咬劲一个，还用大牙签，速度要快，姿势要帅。我的个娘嘞！哎呦，黄不断，咱家哥家小红心。哎呀，就这大黄断了啊！哎，这大黄要不断哈，我的娘嘞！来，把黄先吃，黄老香了。哥家吃海螺哈，一定要把它的苦胆给它去掉哈，这苦胆老苦，哎，把它的苦胆去掉。 再把它的肝给它挤出来哈，肝吃多了会头晕。我的个娘嘞！剩下的都是精华，走啊！这大肉哈，来快！姑娘你，咸香锅又熟了。哎呦，我的朋友，哎，烫了！叫，哎，戴墨，哎，戴墨，来，我快！老大，海螺。 速度要，未来人是少年时，这个瓜哈没有前几年了，没有回来了，来了。哥姐啊，吃海螺一定要把这苦胆啊给它去掉，这里还有一个肝啊，肝一定要给它挤出来，那孩子吃多了会头晕啊。叫我们，剩下的哈都是精华。哎呀，白龙，哎。 来个白大星，熟了，来个2斤一个的大爆头，完了我最喜欢吃快了，我来。哟，小两口天天这样吃不得破产啊？哪有啊，都是自己家渔船捕捞，一个才来几块钱。真的假的？那你也给我来一份。还有咱家大哥带黄的山梅肉哈，每包是250克，我给来2三大包。退狗的大章鱼须，哥家，每包是250克，你尝尝甜不腥？来给送两张黄金大肉哈，满满的一箱14包，来给你包邮呢。开饭喽，楼大猫哥，哦，挂了啊。哥家，想不想那公鸡头？这个大猫哥啊，这里的肺部不能吃，给它清理掉。这是呼吸用的啊。这个清理掉，剩下这大公鸡头啊，哥家。 真香啊，特别大。喜欢这海鲜，哥家小红心点个，都给大队一下啊。 不知道有没有大米，有大米咱家哥几个给个小红心哈。嗯，带大米哈，哎呀中奖了，全部都是大米哈。嗯，这一口哈，成千上百只。有黄有墨有大米，大姐你想不想吃？熟了。 <笑>老大成王哈，哎，船长，下面吃了，我上次在你家买的成王，咋里面全是沙呢？那叫什么？里面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来，今天我再给你教你一下哈，咱家这个大成王啊，是去壳的哈，大成王肉，这地方有个沙囊，这猪鼻子这地方哈，哎，你给它剪开，把这里面有个沙囊给它取出来就可以了哈，剩下的都是精华，咱家这个大成王哈，咱来这样啊，那你把这个套餐再给我介绍一遍呗。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我还想再来一套。嗯，行。三大包，退口鱿鱼包。 来上三包，大哥带黄山梅肉，来上三包，大成王肉，来上2包，黑头大章鱼肚，来上2包，花甲肉，来上2包，来我直播间再给你送2包黄金大王哈。老小迷你，现在哈都不带大米了，快来老婆，大口吃。哎呀，来个大山梅肉哈，这山梅肉属实不小一个，个头也特别大，俺漂漂亮，带黄那种啊。大姐想吃山梅肉，今天晚上来我直播间。 来个大对虾，这对虾哈，那属实，那该说不说了。我的个娘嘞，这对虾大不大，哥家？这对虾有半斤高，快，大口吃，老婆。老公，咱们家的山梅肉太好吃，你尝尝。可以，哥姐介绍一下。嗯，我给咱家哥姐介绍一下哈，三大包山梅肉，你来上三包，黑口鱿鱼脖来上三包，章鱼须2包，大成王2包，再来上2只黄金大王包，再送2包花甲肉。 哥姐，小红心，再送2包，当菜回家做。老大对虾哈，我的个娘嘞，这个对虾太大了。
看大不大，有半斤了。我没舍得吃哈，也没舍得卖，今天就给他留给老婆。我的妈呀！哎，这虾黄太过瘾了，这大的虾哈！来，老婆快大口吃。哎呀，有好的东西一定要留给老婆吃哈。这大的虾还带黄的呢，来，老婆大口吃。哎哎，过瘾。来，猫眼螺哈，猫眼，来个迷你，快来，老婆快。哎呀，再来了个大海螺哈，一斤一个那种。哎嘿，哦，别断黄，别断，咱家看，哎呦，这黄老漂亮哈。老快，来我吃。哎呀，吃海鲜哈，咱得弄锅灶。哎嘿，叫喝。哎呀妈，断。黄断了，这个小红筋咱就不要了。来，老乖，香不香？香。我再弄个大米呢，带大米的那种哈。熟了，来个大窝头哈，我老婆最喜欢吃了。来，老婆抱个头。呀，还带大米哦。再来弄个大皮皮虾哈，这大皮皮虾哈现在也老好吃。在家吃着粗茶淡饭，他在等你坐身旁。哎，打工了哈，嘿嘿，来，有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海鲜腰果有熟了，一斤一个的那种哈，好用吗？带大米哦，我去。好，嗯，大哥，嗯，来个大包头，一斤一个的那种啊！来，老婆快，快，快点吃啊！来个扇贝啊！这就是你们吃那个扇贝肉啊，就是这种扇贝，膏特别大，黄也特别大。老婆吃辣，我就吃个小的。嗯，老婆你尝尝，特别好吃，就是鲜。哎呀，哎哎，再来个海五星哈。哦，快，弄个大海螺哈，一斤一个的那种。吃海螺特点，用大牙签给它穿进去哈，姿势要帅，动作要快哈。我这个尿嘞，太肥了。叫啊！啊，哎呦，光这肉哈都就得有半斤了。我教咱家哥姐哈，科普一下，这里是他的苦胆，不能吃哈，他的黄是可以吃的，特别香啊。来，老婆快，把他的苦胆给他去掉哈。哎呦，现在这海螺哈老贵了，再把他的大肝给他挤出来，就大肝哈也不能吃多，吃多会头晕，剩下的都是精华。哇，来，老婆快。姑娘你的模样，再来个，来个烫了秃噜皮的大窝头啊，我老婆最喜欢吃了。来，老婆快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来，你吃吧，我老婆最喜欢吃窝头了啊，我就来个猫眼螺，带黄的那种啊，黄不断，咱家哥姐能不能给个小五星？哟呵，断了啊。看老婆来，猫眼螺，把老婆喂胖一点哈，老婆子就喜欢吃海鲜，我就露个鱼皮虾。哎呀，嗯，太鲜了，喜欢吃海鲜的哥姐给团长点回去支持一下。海鲜小锅又熟了哈，露个爆头，快，老婆来，给咱家老铁表演个爆头来。哎，哎呦，哎，中奖了。这还带大米哈，哥姐，这不是大米，这是八爪鱼的那个卵子哈。你看，这八爪鱼跳出来了，就像那个人啊，唱了个菊花。来，老婆快大口吃。嗯，香不香？香。来，再抱。哎，来。我给咱家哥姐啊。
我老婆还喜欢吃这个大海螺呢，海螺不是海螺啊，大毛蛤，像不像那公鸡头？来了我，有点烫，我就来个平底虾吧哈。嗯。哟，小两口吃这是啥呀？看起来也太有食欲了吧。我们家的大鱿鱼，我也想吃，给我来一份呗。你多要这么多？咋了？200块钱还能买多少啊？我把你家冰箱盛不下，老婆你先吃，我给大哥介绍介绍哈。一找呀还得给你找零呢。咱家大鱿鱼哈，你包里面是2条，我给你来成2条、4条、6条、8条、10条，满满这一大箱，还给你包邮到家的。满满一小锅又熟了哦，来个大爆头哈！来老婆快，哎哎。都大爆头，250，250，给我来一份你家海鲜。那谁爱买五呢？我是想要你家250块钱的海鲜，用不了这么多，250能在我们家买好几箱了，一张呀都用不了。我给你介绍介绍哈，我们请吃，我给大哥介绍介绍哈。三大包脆骨鱿鱼脖，来上3包。3包大哥带黄山梅肉，来上3包。黑口大章鱼须子哈，来上2大包。大哥带黄青黄肉，来上2包。花甲肉再来上2大包。哥姐，给船长点个红星，我再给送。2包汤菜哈，赶紧加关注，再送2个黄金大包，满满这一大箱，16包还给你包邮。